你是10%/11%。我觉得我在好好爱自己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帮我的脸部、我的肌肤泡澡啊，帮自己的身体按摩的时候，那种爱自己的感觉让我觉得，我很有力量。最重要的是要分享，而不是把那些感受都通通藏在自己心里面。分享是最大的快乐。就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吧。所以在家里的话，因为我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，所以当然就是我的母亲。那还有对，同样的也是两三个最好的女性朋友。但是听说赛姐有出男性系列，他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说。其实家中的女性长辈，包括我自己，也都还蛮认同这样的观念，就是先好好爱自己，对这个部分。对啊，那其实这个代言不代表就是可能言辞要变得犀利啊、大胆心啦，或者是外在的衣服尺度大开等等，只是往内寻求爱自己，然后认同自己，私密处的保养是很重要的，这样的观念而已。男性朋友应该都可以送吧？不对啊，我觉得就是他是不管任何人，而且男性更方便的是因为他们的私密处的 pH 值从小弟弟到可能长辈的程度，70-80岁的男性长辈也都是同样的 pH 值，所以他们一瓶就可以从年轻用到老，是蛮简单而且实在的保养，就很清爽啊。然后运动完也不用考虑太多，就拿着一瓶然后洗全身就好了。而且它其中好像有含有很多就是男性香水里面都有的成分哦，丁香。对，兴起代言这个念头应该是厂商主动来找，是他们先看到可能我在就是感觉上的转变吧，然后才会谈合作这样子。可是其实从小女孩开始就应该要有专属私密处的保养品了，对，沐浴用品。你本身怎么跟狗仔相处？其实我不会主动去打交道，因为我自己过不了我这一关，但是我不会起冲突，但是也不会刻意去迎合。毕竟虽然说那是他们的工作，可是我觉得不太应该是以去挖掘别人的隐私。对，所以我可能自己会避。谢谢。